佘诗曼在新剧《今天的他们》里饰演的梁千然是什么六边形女战士啊？干脆利落，快刀斩乱麻，遇事绝不留情，好飒一女的。剧中梁千然有着不够美好的童年，家里条件不好，她只好靠自己出来打拼。加入中天集团后，因为是女性高管，她不被重视。为了在男人群里站稳脚跟，她孤军奋战，跑去成都打拼。男人能做的她行，男人做不到的她也行。对待上司，她立下军令状，但也不许上司插手自己的工作。说好的，成都人事独立，由我全权负责。关系户在她面前完全行不通，再硬的背景，能力不足，梁千然就不会重视。关系户找上门，梁千然也照样回怼。如果你连公司用人的标准都看不透，那我劝你趁早换家公司吧。梁千然知人善任，刘思源找他表忠心，他就愿意启用，更愿意给机会。他知道刘思源和陆真真的情侣关系，还是把川白楼的项目交给刘思源，让他直面感情纠葛，切断纠葛，一切朝前看。刘思源被感情所累，梁千然就火速出现，自己迅速解决。为了项目，顾曼婷和他当面绝交，他面不改色，哪怕是父亲去世，他也可以做到把情绪稳定下来，继续完成工作。领导提起父亲去世，梁千然轻轻带过，只在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偷偷伤心。对梁千然来说，工作和感情永远可以切割，再伤心他都能站起来继续战斗。但梁千然并不是冷血动物，他渴望爱情，渴望拥有正常人的幸福家庭。他每一次恋爱都认真投入，对第一任男友他觉得对方是世界上另一个自己，第二任男友的体贴让他感觉找到了灵魂伴侣，但他都不觉得自己是真的爱上了对方。直到刘思源出现，刘思源的狼性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影子，他欣赏他的野心，也愿意给他机会。工作之余，刘思源见证了梁千然每一次的狼狈。他不会做饭，刘思源来给他托底。他被妈宝男的妈妈找上门，刘思源陪他找对方分手，随时做好保护他的准备。他深夜伤心，没人爱自己，刘思源陪他喝酒。他参加父亲葬礼，一个人难过买醉，也是刘思源找到并陪着他。就连他车祸，也是刘思源来找他。一个女人最脆弱的时候都被他看见了，就算知道他有女朋友，梁千然也不可避免的爱上了刘思源。不过这次梁千然还是读书了，男人只要不是好东西，就不可能只坑一个女人。果然刘思源在工作上卖了梁千然，踩着他上了位。可怜的梁千然，六边形女战士也扛不住狗男人的诓骗。不过咱们这部剧里的拽姐可不是好欺负的，相信梁千然一定会重新站起来打败渣男，让刘思源这种败类滚出宇宙吧。从今以后担惊受怕的就是你们了。